这整个餐厅花多少钱？八百，我给你处理个好些好些。你的事情，我看还是先不要让季亚郎知道。你跟阿迪要到底在避虾吧嘛？我有太太。你很爱她？她死了。对不起，让你想到不开心的事。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买很牛奶糖来吃，很有用哦。好嫉妒哦，郑宇恩有一个这么好的爸爸。你错了，我完全不是一个好爸爸。当年是阿姨介入你跟妈之间的吗？我晚上有约，爸再见。你看看这个宇恩，礼物没看也没带走。只睡了吃一天了。